爸，你出去啊？我去乡里开个会。哎，跟家可别胡闹了啊！电影你都不让拍了，我还有什么可闹的？这都对了，我说你呀，也该收收心了。我走了啊。严林，你爹去哪儿了？开会去。严林，你饿不饿？大头，我要吃红烧肉。红烧肉？嗯，你给我做去。这我拿手菜呀。走，我现在就给你做。走，老给你做一大碗。嗯，好。不洗不洗，你这……哎，油菜哥，开会。啊，中中中，我马上过去。红烧肉恐怕吃不成了，油菜哥让去活动中心集合了呀。不是说都不拍电影了吗？干嘛还集合呀？好像是宣布一下吧。你去不去？去啊！拍电影又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。走。哎，你等等我。老蔡，你来了。马先生，你找我有事儿？来来来，老蔡，正找你呢。哎呀，领导找你有啥指示？我说老蔡呀，你这偷偷摸摸还跟我藏猫猫呢？啊，背地里不少下功夫吧？你看看吧。我县蔡家庄农民自发拍摄抗战题材电影，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探索新思路。老蔡啊，这篇报道是不是你找记者写的？哎，乡长，没有，真没有。哎呀，你怕个啥呀？这是个好事儿。农民拍电影啊，这是个新生事物，这说明啊，咱们农村富裕起来以后，在精神方面有了新追求。这个事儿啊，不仅在乡里，在县里都传开了。马先生，本来我找这个记者，我想叫他给村里转一圈，报道报道俺的旅游资源。你，他把这给等出来，这说明啊，人家有远见，眼光独特，报道山水，那没有啥价值。上次啊，你不是说你们那个旅游缺乏特色吗？这就是最大的特色嘛。是是是是。老蔡啊，这县委宣传部知道你们这个事儿以后啊，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问一问，咱们农村拍电影有没有什么困难？这作为村里边的领导啊，对待这种新生事物，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啊。好，我一定重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村里边那个叫什么？蔡有才。哦，对，蔡有才，你回去啊，跟蔡有才好好写一份材料，把你们拍电影的动机、目的和过程好好的写一写，配上图发给我。我要把你们村里面这个事儿啊，当成咱们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典型，上报到县里去。马先生，那俺蔡家庄就这都成典型了。切。你看看你说的，老蔡呀，我知道，你们村里边能有这样的人和事啊，那肯定是你亲自抓的结果呀，这也是你的政绩之一嘛。马先生啊，那你说俺村的电影还得继续拍？呀，不但要拍，而且要拍好。以后有什么困难啊，直接来找我，啊，乡里边会给予你们大力支持的。哎，好，马先生，那俺村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啊？有啥急事儿啊？不是，我主要是想找那个蔡有才，好好谈谈。哦，那行，那你赶快去吧。哎呀，今天啊，我把大家叫来，是我们剧组最后一次会议。拍这个电影没少给大家添麻烦。我在这里，谢谢你们了。有才，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。这拍电影都是自觉自愿了，要是不愿意，早就撂挑子了。
有啥可写的？就是油菜哥，你说咋弄就咋弄呗，没人敢说个不字儿。我们的电影拍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主要责任在我，是我这个当导演的没有能力。我在这里正式给大家道歉了。我要出去打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这个剧组啊，正式解散。马玉，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了？怎么了？情绪有点低落啊。我和有才分手了。真的？这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和你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马玉，既然已经分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咱们两个重新开始好吗？是我对不起有才。小丫头，这感情的事情哪有谁对谁错，有啥对起对不起的？吴团长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只要你想过去，随时都可以过去。你要是实在觉得心里烦，那我就带你去省城散散心，换个环境应该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。好了，过去的就不要想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多想想我们两个人的将来，想想你在舞台上的样子，想想你拿梅花奖。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现在就陪我好好吃一顿饭吧。啊，这又是去哪儿啊？去打工。出去好，出去别给家里想。哎呦，哪有多快呀？妈爸，我走了，恁俩可得多注意身体啊。等我到了，我给恁俩打电话。哎，对了，妈，那个，我这个摄像机啊，你一定得保管好了。行吧。一个礼拜呀、啊，你得拿出来把那个镜头用里面的鸡皮擦一擦啊。还有，爸，我这电话卡里头还有50块钱呢。你留着用吧，我到外地再换一张，该花的钱都花，别老不舍得啊。到了打电话，你在外面自己注意身体啊。妈，你别担心了啊。哎呀，就是吃不着你做的饭了。行，要走就走吧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走了啊。今儿个我又来看你来了。今天来啊，是跟你说个事儿。有才啊，他们那些乖乖孩们想把恁这些事儿啊拍成电影，留给后人看。这样呢，你在那边啊也就安心了。你不知道啊，这些孩们都没有忘了你呀。路也修好了，你的墓也起来了。以后啊，你这日子啊也就好过了，啊！中了中了，喝点水吧。不喝。哎呀，喝点吧。我不喝。那咱油菜又不是第一次出去打工，你还哭啥嘞？油菜本来说这次回来，他再也不走了。你说一家人给一块儿多好啊！都是你，你横挑鼻子竖挑眼的，你就看着他不顺。再加上你跟一枝花那么一闹，又惨惨重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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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怨我，都怨我。那你以为，那油菜是因为主任不让拍电影才离开的？那还能因为啥呀？让油菜出去散散心儿好啊！我看他有心事儿。八成是因为我一个眼力啊！才不是嘞！你这样推卸责任，就是怨你。怨我，怨我，怨我！好了，别乱说了啊，快点睡吧啊！老娘儿，老娘儿，别哭了啊！主任来了。主任来了，
有啥事儿？又在了，给家吗？你找他干啥？干啥？拍电影啊？拍电影啊？那是让拍还不让拍啊？老娘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孩儿给这事儿弄大了，都成了典型了啊！有才，有才，别喊了，主任，他没搁家，去哪儿了？去横店打工了。打工了？那都说走就走啊？他说电影拍不成了，他想出去打工挣点钱。哎，这不今天乱吗？这不是啥时候走了？有半个小时了吧？哎，有了。你别打了，他换卡了。哎呀，老娘，走走走走，赶快就追！好好好。主任出啥事了？别废话了，等追上人再说。好。好有才这回咋这么不听话呀？说走就走，非给他抓回来不行。不是，主任，那要是追不回来咋办呢？追不回来去县城追。县城追不过来，去打工的地方追，非给他抓回来不可。恁俩咋来了？你这说走就走啊，也不打个招呼。你不让拍电影，这打工也不让去了。我说不拍，你都不拍了。那这回你咋真听话了？我一直不都可听领导的话吗？你叫哪吧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电影这一回啊，不拍也得拍。那凭啥呢？你说拍都拍啊？凭啥？啥也不凭，就凭我是村主任，我是恁叔。走，我回去。事儿嘛，把我给撂这儿的，你。是不是油菜哥揍了你，你不高兴了？他走了，我有啥不高兴的？我知道你舍不得。大头，别提他了，行不行？中，不提他，我提咱俩中吧。你觉得咱俩合适吗？合适呀。我觉得怪合适啊。你到底喜欢我哪儿啊？哪儿都喜欢。废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我，那就说明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你说啥来呀？我真的可喜欢你，你让我干啥都中。哎，整天喜欢来喜欢去的，真没意思。哎，你看，有才哥。哎，他不走了吗？他被主任给押回来了。走，看看去。主任，来，喝水啊。玉才，你看你坐没给坐相，站没给站相，站起来，好好听主任说。主任，你亲自把蔡有才抓回来了。我说有才，有才，你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吧？那我这个村主任。你都没有放到眼里，就是啊，你又没有把主任放到眼里。不说这拍电影，你以为是走亲戚了？说拍都拍，说不拍都不拍了。就是啊，说不拍都不拍了。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啊！现在拍电影这个事儿，不是你蔡有才自己的事儿，那是关系到咱蔡家庄的脸面。哎，对的，这关系到。蔡家庄的脸面呢？弄啥呢？这是，我有才说点事儿，你掺和啥呢？掺和的，这儿你说，你说，李会计，啊，我跟有才说点正事儿，你回避一下啊。回避？哎，主任，这你审查蔡有才，我作为村里的二把手，有权旁听吧？二把手？谁封你了二把手啊？封不封？
我也是二把手啊，事实上。同志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啊，走吧。油菜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啊，好好听主任训话。中，二把手。主任，你接出去。叔啊，这是你说的呀，蔡家庄以后不拍电影了，你现在又让拍，那你说话到底有准没准呀？尤太，那我是不支持你拍电影，可是现在拍电影这个事儿它闹大了呀，县里都知道了，马乡长叫我整理材料送到县委宣传部了，还要当什么电影来宣传，你说这电影拍不拍？叔啊，我拍这个电影啊，给你惹了不少麻烦，啊，我把咱村都快搅和烦了，你别逼我了，中不中啊？呀，蔡有才，你还来劲呢是不是？中，你几个把你肚子里的委屈，啊，苦水都给我倒了，你叫我听听，啊，中。叔，你看我这副德行，你看我这样，啊，你看我这样，我哪像个拍电影的人呢？我就是带着大头、麻杆他们瞎胡闹。你说我拍个电影，俺爸差点没和秀才叔打起来，那出人命了谁负责呀？啊，我负责还是你负责呀？还有啥？接着说。说都说。你说我拍这个电影，我容易吗？我，啊，咱村老年人都不同意，我费那大的劲划了点人，你总不能让我蔡有才一个人又当导演又当编剧又演鬼子又演八路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有没有？接着说。有。我为了拍这个电影啊，我把俺家的家底都快折腾光了。你看俺爸的脸，啊，拉了比他鞋底还长呢。一到晚上，俺妈哭天抹泪的。你说我这心里头，我咋不难受？我可是做儿子了呀，啊！我真想把我这脑袋钻到裤裆里头啊！别哭，别哭啊！有啥话说，说完。叔啊，我现在这心里头啊，我特别特别难受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有脸，我没有脸再活下去了。真的呀，妈，要不这样，咱家的老鼠药给那儿放了呀，你拿出来，我吃了，我死了算了，我现在活着也是活受罪。你说啥？你还有完没完？我没完呢。我不想拍的时候你非得让我拍，我想拍的时候你又不让我拍，你到底是让我拍还是不让我拍呀？有点装闹了不是？你非得恁叔也跪下来求你？不，叔，叔，你别再难为我了，还是别让我拍了。我们又能拍电影了啊！我咋为难你？那有啥事能难住你呀？那就这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你把电影给我拍好，别的事儿你都不用管。哎，主任，你说话快点，说话。别，又是这闺女。哎，严丽，严丽，上哪跑了呀？主任他走了，妈，来给吃苹果，吃苹果。我打你！听说了吗？嗯，主任不让蔡有才拍电影了，这孩儿要出去打工。呀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我跟你说，这一下呀，村里都安静了，那蔫的精都不能了。耶！咋了？咋又钓镇小的小鱼呀？
放了去。放啥呀？我好不容易钓上来了。你别看这鱼小，我都想好了，晚上啊，用那面一拌，搁咱这油锅里头一过。过啥油啊？真小的鱼你舍得吃啊？放了去。急啥嘞？急放就放呗，急。乡亲们，老乡亲们，现在播送一个通知，播送一个通知。最近呢，蔡有才在咱村拍了个电影，这个拍电影啊，他可不是蔡有才一个人的事情，是关系到咱村脸面的事儿，也是关系到咱村挣钱的大事儿。来看拍电影的人越多，咱们的家庭宾馆收入就越多，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电影拍好。所以我宣布，以后只要有才拍电影，每家每户都要参加，谁家不来人，别怪我年终分红的时候不跟您签字。也不是啊，我这两天耳朵上火，我也听得不太清楚。他这意思是到底是叫拍还是不叫拍？你给我说说。我咋听着好像又让拍了？不对，不是，我去问问吧。那你快问问去啊。那这鱼。放生啊！放生。跟那吆喝啥？谁知道抽啥风啊？油菜打工去了，他还拍啥电影啊？脑子上驴踢了，抹那个金刚钻，那是啥木匠活？傻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进来呀！好漂亮的房子啊，这是给我住的吗？对啊，这房子是我爸一个朋友的，他是个大老板，房子多的住不过来，我就借了一套让你先住着。那是不是得交房租啊？那必须的呀，押一付三，现金交易，给钱吧。讨厌。想不想将来也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？我可不敢想。这有什么不敢想的？不就是一套房子吗？等将来你在省剧团扎根下来，我就买一套比这个还好的。阿姨，嫁给我吧，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对不起，光辉。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才帮我的话，我不能接受。哎，婉玉，你看你，一提这个话题你就这样。行了，你就当我开玩笑行了吧。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了，行吗？好，我保证。光辉。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便宜的旅社啊？为什么呀？这房子都借好了，你为什么不住啊？这不是离单位远吗？来来回回也不方便。我知道你为什么，我给你安顿好了，我就走，我不来还不行吗？我还是觉得不合适，再找一个吧。满月，满月。卫生间和浴室在走廊最里头，每天晚上7点到10点有热水，开水自己打。好。我说婉玉，你说你图啥呀？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，你非得住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以我的经济条件，我只能住在这儿。谢谢。我们这儿环境挺好的呀。我也觉得挺好的。Thank you.
李哥，你坐呀，我给你倒水。来，你先喝。兰玉啊，那个房子真是我借的，不用咱花一分钱，你就去住，我不去还不行吗？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呀，离剧团又近又方便，你就别抱怨了。兰玉，我觉得你真是有点过了，咱俩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吧？啊，你还真怕我把你给怎么着？好好好，是我怕我把你怎么着，行了吧？行了，不早了。你赶紧回你的宾馆休息吧，明天我自己去团里就行。我的，哎，哎呀，怎么摔了呢？不是，往后坐一点嘛。宾馆我已经开了两个房间了，你今天也不用住这儿啊。好了，明天我让你陪我去团里，行了吧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门和窗户一定要锁好了，窗帘也拉上。陌生人敲门，千万不能开啊！知道了，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啊？走了走了，回去了。干杯！兄弟姐妹们，我蔡有才又回来了。好，来。胖哥，到菜刀。祠堂改造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，等着您验收了，值得表扬。叶丽。啊，服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。辛苦了，妹妹啊。大头，啊，你不说两句啊？哎呀，我说啥嘞？我就是主任现在指使咱呢，咱的电影都好拍了。我看呢，没那么容易。要想让主任彻底支持我们，必须把他拉到我们这条船上来。刘才哥，你的意思是让主任也演戏？行啊，大头，你智商有长进呢。啊，香了，听没？他能支持咱拍就不错了，让他演戏，那不等于让公鸡下蛋吗？怎么说话呢你？让他演戏啊，是没那么容易。不过我蔡有才回来了，我就有办法把他拉上我们这条船。啥办法？嗯，来，干一杯！哎呀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那今天都听广播喊了没有？蔡主任也不知道中啥邪了。吆喝这样全村都支持油菜拍电影了，就是就是，我还想着我听错了嘞，谁知道这老头发啥癔症？我看油菜拍电影怪好玩的，要是给钱我还去。我看这个老蔡呀、啊，是让蔡油菜给收买了。啊，咱可都说好了啊，抵制这种歪风邪气，都不准去。不去，就你胆儿肥。他要真扣你家分红。看你咋办？咦，还弄死他了，扣俺家分红，我到乡上去告他，信不信？我信，谁不信我信。哎，那一天去活动室抓奸，恁家秀才和冯桂花穿衣服了没？我佩服死你呀、啊！你看看恁这帮老娘们，吃完饭没事就在这犯罪挑事，没素质。走了。三爷，还没睡了？有菜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啊，咋了？你这追户啊，拉了是越来越有味儿了。有啥事儿？是不是拍电影遇见啥难题了？啊，不是电影上的事儿啊，我有点别的事儿。这几天老憋在心里，堵了慌，想过来跟你聊聊。哎呀，
那得让我猜猜。哎，是不是跟弯玉那妮儿的事儿啊？这你都能猜出来啊？你看看你说的，你跟弯玉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您这事儿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清楚。哎呀，现在呢，年轻人的想法多。你呀，这心里头啊，没准谱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三爷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心里也有个人放不下呀？又拿话套我来。我还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啊？那你说说。哪能让三爷守了一辈子的人，除了我那牺牲的老姑奶奶，还能有谁呀？哎呀，反正咱爷俩也睡不着。上次你都答应我了，你说给我讲一讲咱俩发生的事儿，给我讲讲呗，中不中？讲讲，嗯，中，咱说说啊，中。当年呢，他为了保护乡亲们，他把情报啊让我替他给送出去，可他自个儿呢，硬着鬼子的刺刀冲上去了。我可是亲眼看见鬼子把他给……哎，出殡的那天呀，我亲自抬着他的棺材，让乡亲们把他葬在屋后那后山坡上。这一辈子，我守着他，哎，知足了，知足了。三爷啊，恁这故事啊，比俺的电影感人多了。我一定要把它拍到电影里去。中。有才啊，啊，这一代人呐，有一代人的事儿。恁这一代人呐，跟俺这个不一样了。我嘞，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儿。恁这一代人跟我不一样，趁着年轻啊，还得敢闯敢干。这世上啊，路宽着呢，千万啊，别因为一件小事儿，把自个的路啊给堵死了。弯玉呀，那是个好妮儿，有出息。他有他的路要走，你嘞能帮上就帮帮他，那帮不上呢，你得放开手让他自己去飞。他累了，他飞不动了，他自个儿就回来了。你说对不？三爷啊，我懂了，我就让他去飞，等他飞累了，他就回来了。就冲你身上这股劲儿，我相信俺这部电影一定能拍成。三爷，你早点睡吧，啊！哎，好。喂，光辉。啊，你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我准备睡了。嗯，明天我等你。好，再见。有才，我多希望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呀。小雨，爸，
哎呀，你这个人等你电话的呀，老操你的心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问你，报到了没有？都分上宿舍了。呀，好闺女，我跟你说，住楼啊，别住门口，往里头住点啊。我门口风大。是这样。这一次啊，这一定要好好工作啊，这个勤学苦练啊，古人云，一分汗水一分收获，啊，不吃苦中苦，你难得人上人。那来，啊，那妈跟你说啊，牛啊，妈，玉啊，你现在好吧？你跟那个李总现在在一块儿吧？我跟你说，玉啊，你可对那个李总好一点啊！啊，人家是咱家的恩人呐，啊，你对他好，妈就放心了啊！妈可好，恁爸也可好。对，我跟你说呀，孩儿，妈呀，妈就是老想你了，孩儿，真的。你走这两天吧，妈也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我就老担心你了呀。你说说，你一个人在那商场里，连个亲人都没有。那我不说了，孩儿啊，给恁爸啊，恁爸说说。哎呀，你当着闺女面哭啥的哭，你这叫他挂念你。喂，小雨呀，哎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那妈这是高兴的了。咱俩接着说啊，古人云呐，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千里之行，那始于足下。哎，要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在家靠父母，你出外得靠朋友，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他帮个。喂，喂，小雨，怎么信号了？你刚才是给闺女哭哭啼啼干啥嘞？你叫闺女净操心。我跟你说，秀才，以后你要再敢欺负我，我就是给闺女你一起住去，我让你孤寡终身，我。你这说这哪儿是哪儿啊？想起一出是一出。你说多少遍，别管好这玉米食儿，喝了人只上火。那你是喝玉米食儿上了火？你看你天天忙了不着家啊，忙了跟那三孙子样了，你不上火才怪了。那我是村主任，那是国家一级干部，我不操心谁操心呢？你要是操点正经心呢，我也不拦你。你看你都管了啥事儿？东家长西家短，四饼家跑个猪，一只叫花家丢个鸡，你也管。连有才现在拍个鳖孙电影，你跟着。你懂啥？有才拍电影，那是精神文明的新追求，是咱新农村文化的新思路。新的东西恁都不接受，恁这些新的东西恁都。哎呀呀，中了吧？你别拿那鸡毛当令箭了，你早点咋不这么说了？啊，你现在听乡长这么一说，你也跟着激动了，你激动啥吧？早点怨我的觉悟低。啊，再说了，都叫恁这老娘们儿个个盼风，都给我光糊涂了。哼。叔。哎。婶儿，吃饭了。坐。吃了没？过来一块儿吃吧。哦，吃过了。我给你倒杯水。哎，好。有事儿啊？叔，昨天经过您严厉的教育批评之后，我一宿都没睡。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这不天一亮，我就给您汇报思想来了。你这孩儿啊，难得听人劝，这回倒想明白了。我不是想明白了，叔，我是被您感动了。叫我感动啊？我咋感动呢？叔，你以前我拍电影你不让我拍，这是为啥呀？这是因为你怕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，
只是为全村着想，对不对？展辉啊，算你想明白。叔，这以后我不拍了。您又苦口婆心的劝我，这是为啥呀？这是为我个人着想，你怕我的事业半途而废，对不对？